好，我是布子南。今年2021年的 TSR 赛事呢，我们使用彭加腾 AI One 做参赛的车辆。那参赛组别是 EMS 4.0 电动车组别。那我们今年所使用轮胎呢，健大 KD2 Plus。一开始呢，其实就只是单纯觉得帅，觉得好玩，可以想要来尝试一下这种赛道的感觉。那以前其实不太懂，就是去赛车场练车，一直到2012年的时候呢，参加了光阳的 KCC 比赛。那到2013年，那正式的踏入 TSR 的赛事，那也运气很好的拿了一个冠军。那在接下来是2014年，那进入到雅马哈的科特利厂队，那也运气很好的拿了两支冠军。那最后在2015的比赛的时候，锁骨受伤，然后就一直停着大概2到3年的时间，一直到2018年尾，然后2019年才开始又复出了比赛。家人嘛，其实妈妈不反对了，那爸爸的反对比较严重。那我从2012开始练车，他们其实就知道，然后到2013、2014，那其实到2014的时候，因为参加雅马哈的科特利厂队，那有一些新闻采访报道，然后亲戚啊、家人、爸爸在电视上看到之后，才觉得说，原来这才是一个正规的赛事。然后就从这一个报道之后，就爸爸就开始，会拿着杂志啊，拿着新闻片段啊，去跟朋友说，这是我儿子这样。TSR 他在2019年的时候呢，创立了一个电动车组别。那其实我对电动车一直有很大的兴趣，那所以就2019就去参加电动车比赛。那一直到2020年，那因缘际会下开了这间店，所以就理所当然的就用电动车去参加比赛。那个时候因为彭加腾的车系它比较帅，所以我们就选用彭加腾去参加比赛。如果一个新手要练车的话，其实我会比较建议的是从油车开始。那为什么不从电车呢？第一是电车它现在的它价格比较高。那第二就是他练习的时候换电会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阻碍。那再来就是电车它的动力输出非常的直接，所以在一些新手上来讲，它在油门的控制的细腻度要掌握的非常好。那油车的话比较不同，那其实你带一桶油，带一个汽油，你就可以去练车了。那再来就是一台我们讲进站好的，它现在一台进站的二手价其实还蛮便宜的。那入手起来做一个练习的话，它的花费整体上来讲的话，会比电车还要少。那电动车也真的是它的动力就是比较直接，它不会像油车，它有一个转速的一个落差，所以它在控制的上面会有一些差别。我是布子南，我使用健大 KD2 Plus， 值得你尝试。